53 OK， 今天我们要打战争世界。Hello Hello， 你从五点就在播，因为我们都是固定六点开台啦。今天 WT 的 ping 有一点欢乐哦，看一下，如果会很，我觉得你可以吃一些比较辣的东西，你就会当全身发汗的时候就觉得很棒。土豪金，黑眼圈超重的，你看。好像多老了。好，今天我们一样。哎、欸，我们家的猫睡到现在没来跟我讨吃的、欸。我想说它没有讨，我就装死了这样。看你们省一顿肉肉这样。你可以吃那个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你可以吃那个泡菜冬粉啊什么的啊，辣的真过瘾，各位，超爽！而且我有炖香菇鸡汤，超棒。OK， 我按。我不知道哎、欸，夏天有时候喝个热汤有没有？可是我只能忍受那个泡菜的辣，然后加一点那个泡菜，有没有？就是。又酸又辣，它就会很下饭，这样超级无敌棒的。没有没有没有，我等一下晚上才要下载《决战异世界》，我今天一直在看《鼠来宝》哦。我还有看那什么公主，哎、欸，那叫什么？公主狩猎者，哎、欸，公主，哎、欸，什么？公主与她的狩猎者们，就是那个白雪公主那个故事，有没有？不会好不好 ？Hello Hello， 我是哎、欸，我那个泡菜冬粉还放那个鹅啊，然后再放一些那个鲟肉棒，有没有？就是那个比较好吃的那种鲟肉棒，不是那种低三下四的那个蟹肉棒。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啊，超棒！哇靠，没人呢、欸，那我只能到这，不能再出去。那个温风，我跟你说，我这一场打完，然后教你怎么设置游戏。你等我这场打完，我不能边开光边示范给你看，你稍微等一下。
哦，对对对对对对，就雷神索尔跟那个贝拉，哎，那个贝拉演的那个演技真是，我还以为我在看《暮光之城》嘞，有没有搞错啊？感觉那个贝拉他只会一号表情，就用，就是那个，感觉他下一秒就会喊 Edward， 就那种 feel， 你知道吗？哦，他是在说对面的啦，哦。What can I do？ 太多人了。文文峰是男的啊！你脏脏。OK， 我们先给文文峰看一下好了。先打完这场。只对正面有兴趣是这样好吗？嗯。哦，我想我们有机会。Hello，Hello。没有啦，我还是有画一个，我还是有画眉毛给你们看一下，因为觉得眉毛比较深了。我跟你说，我妈是这样跟我说的，就是你们可以听听嘛，就是。你什么妆都可以不用画，但是你唯一要画的是什么？眉毛，眉毛是最重要的。眉毛画上去，其实其他都不大需要画。你看这些通通都没有画，有画的是什么？就是眉毛。我连口红都没涂。没有人要 reset。所以我们就输了。哎，真是压力出师不利。我给你看一下，吴梦，我跟你说，你看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要截取一个游戏。首先，先看它能不能是窗画。这边有个游戏截取嘛，对不对？然后游戏截取，他就会问你，你要什么应用程式啊，什么的。这边就是你有开的应用程式，我 Skype 还没关呢，我现在发现，可以关好了。好，然后看你需要什么，把它用一用，这样什么的。
那这个其实游戏截取是很好用的，你就已经可以什么都用了，这就游戏截取就会截取出来。然后在设定这方面呢，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编码这边好了，因为我的电脑比较好，没有没有，我没有去直接锚了，我没有去直接锚，很麻烦。OK， 你看哦，像我的话，我的电脑比较好，因为我是980 Ti 嘛，980 Ti， 然后我的网路是100跟20，所以我可以创位元速率是2000。可是如果说你并没有非常的厉害啊 ，Hello 蝶舞，如果说你的电脑比较没有那么高的话，那你要视情况调整你的最大位元速率，那大概就是在1000到1500之间。当然，这个最大位元速率呢，调越高，你的画质会越好，但相对的，你的电脑配备跟你的网路也会差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实况组，你要上传你的东西嘛，所以当然是要用。当然你的电脑处理器是很快的，对，大概就是这样了，大概就是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加素颜就好啦，带个隐形欸，我还不是带放大片欸，我只是带普通的隐形眼镜，有没有？这个不是放大片，再是普通的隐形眼镜。你要1080跟我换980 Ti， 你疯了吗？对，设1000，然后1500左右。不过你还是要看你的电脑的配备，还有你的网速，你的网速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个直播快不快啊，是关系到网路，没有关系到你的电脑配备。其实直播也很吃电脑配备跟那个网路，两个都很吃，所以我比较建议的就是你电脑可能对，眼镜写实也超清楚。 Hello 威力，哦，对啊，我有贴眼皮贴，因为我是双眼皮到非常内双的，所以我的那个，你的1080是比较好的电脑，所以你留着用就好了。哎，最近你知道我今天推坑一个人，想要叫他买 Steam 的一个游戏，结果我被反推坑，那叫我买另外一款游戏，好气哦。对，对，电脑的配备非常关系到你的网络问题，所以你不要觉得没差，什么实况跟网络有关系，那其实不是，真的哎。霞飞怎么会走那边啊 ？Is 霞飞 crazy？哦，我的跑管儿，没王子。真的，然后我就买了他说的那个游戏。然后我就有点不大爽，我不是要推跟别人吗？为什么我今天被反推坑呢？ It's impossible。 真的，没错，没错。不过我一直觉得齁，如果你是自己玩的话，画面有多好就多好。可是如果你是玩射击类游戏，真的画质不用开太好，因为画质好都是折腾自己的，折腾自己跟电脑。
OK， 不过如果说你的电脑不给力，但是你的网络还不错的话，那么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尽量玩 PS4 的游戏来做实况。因为 PS4 的游戏呢，它的主机是在 PS4 那边，所以一定跑得动。那接下来你只要开一个东西过去，可是这样的话，老实说，哎，还蛮花钱的，还蛮花钱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件事情。哦，我居然被火烧了，一下就没了。或者是你可以玩平板的游戏，就是手游类型的，我觉得也是不错。这几种没有，这几种是选择吧，就是不然就是你不能你的画质把它降到最低，然后再去跑跑看。然后一些可能画质比较好的游戏，你就必须要舍弃掉，就是自己选，就自己选，没有办法，因为你有的东西就必须要做取舍。像我以前我的电脑是760的时候，我如果要开实况玩战车世界，我一定要把所有东西都调到最低，用最低的限度下去玩，然后什么都不用讲，什么东西都调到最低，然后再下去玩，只能够这样。给你们看这个可爱。那有好几种可以选。对，能关的都关掉，能关的都关掉。那时候为了要打开战士世界的实况，我真的是能关的都关，所有的特效都关，真的完全是以最低限度在开台。不过那时候开实况的条件没有像现在，对，能关的都关，什么都不用。
Martita， 欸，我买了一个糖果，欸，这是教你制作糖果，我有点兴奋。哦，好香的糖果味哦，好香哦！好，好香哦 ！Hello，Hello。加班肚子超饿，那个加班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今天的工作没有做完，所以要加班做到晚吗？还是怎么样？就是它是什么样子的？我有点不大理解。Hello， 米加热。哦，赢了。我早就死掉了，好不好？我撑超久的。Hello， 噔噔噔噔。哦，对了，那个叶子哦，他们叶子他的贴图啊，然后说可以让我们在 Telegram 上面用。所以我到时候会，嗯，就只有我前进。明天要去当兵了，天哪！我们要不要办一个米加勒欢送会？
我觉得那个虐狗的太夸张了。对啊，你天哪，你们根本是轮流去当兵哎，真是年轻的孩子哎。来了，我方来是吃屎，超讨厌。受不了。对啊，那边一直打灯要我去看，然后没有看。哎，还有这个模子哎。对啊，为什么？哎，为什么有人可以这样子？虐待动物啊，好可怕哦！我真的觉得很可怕。他们怎么狠得下心去做这种事情？就是做这种虐待的事情。哇，肠胃炎才后门失守，好可怜。可怕欸，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么残忍的做这种事情。哇，看来情况不大妙。CDC 比较软，也许还有机会。糟了，手作汽水糖没有教学耶。怎么？柜台是尚未被基隆东侵略的仅存净土。基隆东到底是谁啊？
Hello, hello. 哦，今天不会赢。嘟嘟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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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那你们不喜欢他吗？还是怎么样？不然，哦，东皇 ，OK。那你们不介意姨吗？我也不知道基隆东日。东尼恰恰。快！我要去抢三。统神电台的，我看统神电台还，我上次转过去还蛮多人在看的啊。对啊，那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很知会乱知妹子哦，那难怪他没来我这台啊，我就不是妹子啊，知个毛啊，嗯，哎呦，没事，可千万别闹啦。哦，T 六七跑这么快，我真的没有印象。那你相信我，他一定不会知道我这边，因为我根本就，因为我是阿姨呀、啊！我操，这个阿姨怎么回事呢？哎，三十八五怎么了你？三十八五能不能重一下？好歹我是 T 四三啊！我操！你睡醒了，等一下。等一下啦，等一下，阿米，超危险的嘞，我操。等一下，
怎么那一台打不死啊？为什么那一台打不死啊？啊，队友为什么都没了？你要吃饭是不是？啊？走走走走走，吃饭饭。哎呀，真是家门不幸啊！出了一只只会吃的猫。他刚一直推我的手肘，我一直没办法好好的按。你像什么？哎，刚刚那一台好硬哦！我的妈呀，那一台叫什么啊？哦，叫 T28 HTC 啦。是不是 HTC 旗下的战车产品啊？它叫 T28H， 叫做 T28HT4， 超厉害的，我都不晓得。HTC 有出这么大的产品，真的啦！你看这一台叫，你看敌方第一台车是 T28 HTC。Apple Tank， 真的啦，它是 HTC 的，超屌的！我决定要出一个 T95 Apple Tank， 卖手机卖到可以出战车，实在是太潮了。哦，因为我第一次遇到那一台 ，OK， 我下次就知道怎么解决那个混账了。啊！巨巨思密达，明天要期末考了，我学生都考完了、欸。对啊 ，HTC 也出这么硬哦。Nokia 的还得了，三三亿员工走路地图都坏光光了。
对啊，我操，那 HT 分在印什么？打不穿呢、欸！我靠，真的好可怕哦、喔！想想很紧张哎。好可怕哎、欸！看一下对面有没有 HT 分的，没有没有没有，真是好家在哦啊！哎、欸，苹果怎么不出坦？那个 Nokia 的怎么 ？Nokia 怎么不出一台机型呢？真是的，这快要变成手机战争哎、欸，感觉就好厉害哦！哎、欸，外围哎、欸，外围在这里，期待 Nokia Tank 出来。T28HTC 欸，那 T28HTC 是哪一国的战车啊？ HTC 这样不行，连自己的招牌名字都是仿战车，欸，这实在是啊。我早知道就不要跟他出了。哦，有可能哦，这都不好说。我没想到政治世界异业合作做得这么好，哎，就是你知道的。啊，然后那个科技树就是各家的手机厂牌这样子，例如说我们会新出苹果科技树，然后它就会有 iPhone、iPhone 2、iPhone 3，然后设计者贾斯伯什么的，你看什么 HT Fur、Nokia 什么的，就像这样子。然后其他可能只出一两台手机的，就是什么，或者是增加新代手机战车线，小米这样，那就是这个样子。哇塞，这游戏会红，各位。可是大家可能会集体在那边说 Nokia 赢吧，好像这样也不好哦，就是挺不好的。我也不知道哎、欸。
国代工厂自己打中国。华硕可能只能出金青坦吧，我估计。Sony 出青坦，哇塞！哎、欸，有没有人要出这款游戏？我觉得。Nokia 付费外挂，可是 Nokia 有几只手机，好像没几只哎，它只能并到别的线里面去。哦，3310应该是以前 Tape 59的存在，我估计，或者是以前的超攀，以前的超攀根本就是新人杀手，超可怕哦！真假 Nokia 系列很多，他可以自己出一台 Nokia 线。之前有一个人把手机外面四个面都绑上 Nokia 3310当保护壳，从楼上丢下来。啊，结果嘞？结果嘞？快说，你卖什么关子？好紧张！快跟我们说结果。结果3310没事，里面手机外。真的假的？好好奇哦，我好想看那个影片哦，找得到吗？还是那个路面被打穿一个洞？去城镇帮忙好了。好啊，好啊。
为什么331你会那么坚固啊？我觉得现在的手机都其实越做越烂欸，都不大坚固。哇，打不赢。像我现在的那一只手机啊，它现在电池已经坏掉了，我好像是去年才买的。我来，过来打招呼，过来打招呼。不要死鱼脸好不好？行行，打招呼。嗯，好乖呀、哦。屁股翘那么高，哎，阿咪没得等喽。绝绝他，哎、欸，那两个字还蛮难打的、欸，你居然可以打。蝴蝶机已经退役了，这样。然后，因为那个每一次去那个主持那个，像会有一些游戏的节目还是什么嘛。然后你在主持的时候，每次去那边那一些单位，他们在实况的时候接的线都是那个苹果的线，对，就是都是哎 ，OK， 嗯。有啦，哪敢不给他吃？就是每次去那个，像是去什么 live house 啦，还是去哪边实况节目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是这个线，因为这个线吼比较能够确保节目的进行还是什么。所以很麻烦的就是，我之前是蝴蝶机嘛，然后老是这个样子啊，我就很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只好换 iPhone。就换 iPhone 之后，有的游戏厂商都会让你先试玩一下游戏嘛。iPhone 太小，所以我后来就买 iPad， 买那个 iPad Air 2嘛，就是要让它大一点，这样在实况的时候我比较好操作。然后问题来了，就是你在操作的时候，就都换啦。可是我一直觉得其实。苹果的手机好像没有想象中的好用，它的 iPad Air 2还不错用啊。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你从那个 Android 换到苹果的时候，你那个系统已经阵痛一次了，然后现在好不容易用习惯。你要再换回去 enjoy， 真的又是习惯的另一波。
有啊，阿咪刚刚有来，刚刚来的时候你不弄。不过苹果的平板其实还不错用啊，我现在把它换成，我现在把它弄成像这样子，其实还蛮不错的。然后我接下来应该会，因为那个 iPad Pro 可以再更大嘛，其实我比较喜欢大一点的，所以我应该之后那个手机约到期的时候，我会换那个 iPad Pro， 然后再把我的 iPad Air 2， 然后给我妈妈用这样子。真的，你知道我要帮我妈妈设定那个电脑，设定那个手机的时候啊，我真的我居然找不到我就心想我怎么了啊。不过说一句实在话，就是以平板来说，就是它的操作界面非常的简单，所以我有可能啊，我现在有可能换的手机它就是专门打电话联络用就好了，然后那个网路的那个晶片插在我的平板上，就是让我的手机可以不用上网，我直接用平板就够了。啊 ，T20 太角度太宽，角度太宽会被打穿，要再拉回来一点。太宽啦！我那时候买 iPad Pro 的时候，它还没有出我说错了，我要买 iPad Air 2的时候 ，iPad Pro 还没有出。七弟完全躲在后面，让 T20 孤军奋战。T20 超可怜，没有人要帮 T20。叫我手机随便买一只就好，就是不用用太好，只要打电话就够了。你的网络预计11:45好。最近都打得好不会赢，打不好也不会赢。啊，好想当头车哦！每次都是这样。我应该会这样吧。然后 iPad Pro 不错啊，也有键盘，可是我键盘应该不会买原厂，因为我觉得原厂键盘还蛮丑的。怎么觉得苹果到现在连审美观都没有了？好怪哦。柯一在跟我们炫耀有100款的游戏。买100款游戏耶，就算1款10块也要花1000多。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啊，给你，给你，给你，我留位置给你了。不要弄。T 的屁股呀，是吗？一个十块欸，所以十个一百啊。好了好了，你把它踢到猫窝。我算错了吗？100×10不是1000吗？对啊，我没有错啊。100×10是10000吗？你他喵的！哦，啊，你不是说你买了100多个游戏？我说一个10块，这样子也要1000呢、欸！我的妈呀，就算一个100好了，也要10000、欸。哥提快过来！朋友鬼鬼，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不乖不乖，不要乖，你是大爷啦！我让你离开，老弟快过来！啊，就死了，好爽！应该要回家了。你可以帮我贴到猫窝吗？这样我实况网可以去看。我怕我现在没有时间看。天哪，为什么都打不赢啊？这么努力了，阿米，你说说看，为什么打不赢？哦，阿米的毛好柔哦，柔柔亮亮，闪闪动人。A beautiful girl. 真的，我发现什么？摸摸看有没有咕噜咕噜。嗯，好像有。为什么打不赢？
为什么打不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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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咪换毛啦，换毛了吗？啊？怎么有一只羊在叫？咪咪叫！哎呦呦，就就！今天的造型好清秀，有吗？谢谢夸奖，谢谢。八阶长气，整天在那边换毛，到处弄猎猫。我现在已经知道，弄猎猫就是在说我们家的猫。好，我们去帮一下110好了。我操！哎，我们炮车完全没有来支援呢、欸，我完全没炮车，哎。拜托，不要一直用我的那个。我们家猫狂推我手，它最近好奶哦，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希望我给你讨个媳妇儿啊？哎，你没蛋蛋的别想啦。我本来想说来帮他的，可是嘿呀啊，没激动，没激动，不要担心。正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干嘛啦？干嘛？我们家猫在装可爱。
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放的。你看他就在旁边一直蹭，僵尸有命，飞龙在天，就这种事。猫咪如果奶起来，真的拿它没办法。你在奶个屁，奶个屁！你在奶个屁，奶个屁！你到底在奶个屁？你到底在奶个屁？你到底是到底的奶个屁？Hello，Hello hello。超热好吗？可以滚吗，先生？阿咪，安娜啦，安娜啦，靠边你。是不是笨蛋？ICE 是七阶车，他们上一阶，现在是什么 KB 八五吗？是 KB 八五吗？是 KB 八五吗？应该还是有机会的。又开始蹭了，又开始蹭了。好啦，摸一下就好了，你知道摸怎样啊？给你们听阿咪说讲话。阿咪是不是猪？蹭啊，让别人怎么玩游戏。干嘛？笔数被挡住了，哎呀，这个怎么办才好呢？不然放下面怎么样？这样可能好点。
也许有机会赢哦。各位，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很热。哇，敌人一直沉不住气，然后一一送死哎。棒球比完了没啊？我们常在看的那什么棒球？他知道这边有阿咪，为什么一直往镜头这看？哇哉，可能想上镜头吧，他想红，快让阿咪红，让阿咪红好不好？让阿咪红好不好？好不好？让阿咪红好不好？阿咪不想红。没有啊，得吃饱了还吐罐罐，没更小。这个也吃，那个也吃，刚刚也吃，这个也吃。哦，金币灭火器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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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只是做糖果而已，有好多种糖果，这是糖果的印子，感觉很不错而已。哦，对啦，阿咪本来就比我红，阿咪比我红欸，对不对？对你妹啊，给我喵！哎呀，生气。大人，阿你俩连我送不？你看你表示舒爽，阿咪。哦，你看还要帮阿咪按脖子，舒服吗？舒服吗？帮阿咪按脖子，你看你看，猫老了、啊，这个筋骨也是不好，要按摩一下，活络一下。哎呦我靠，我才在说，哎，那小谭你最近是不是就没有文章可以写了？因为比赛打完了。你看，这猫舒爽的不会输。怎么干阿咪？按他，他超爱按脖子的。肩颈式按摩。啊，下半季7月1号，那不过才三天就要打下，哪有上半季跟下半季这么快？也太快了吧！对啊，下半季，所以上半季是打到什么时候啊？下半季Cap，
终于赢了，打酱油获胜，好爽哦！打酱油，打酱油也可以，觉得心情。大月，上半季打60场，下半季打60场，那60场大概要打多久啊？通常这样半季半季要打多久？哎，我跟你说啦，他要是觉得不爽，他早就跑了。你看，你看，你看，这猫已经死鱼脸了。What's up? I mean, what's up? What's up? 握握手。真的耶。阿咪不怎么跟人打架，他欺负主人就够了。3月到10月，那季后赛是什么意思啊？请问有没有人要对白痴解释一下季后赛？啊，季后赛是干嘛的啊？就是打赢的可以继续玩的意思吗？我靠！全部都跑回来，哪招？那你知道我去看啦，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太滑，不好意思哦。我要下来了，好尴尬。因为那个一号线不是你可以去的啊，你才多少血？830，人家靠你三下就没了。其实125它可以开光啊，这样。
targets. Kette beschädigt. Ziel erfasst. Okay, 做什么？我真是不理解。哎，超蠢的！我们的重弹全部都跑回去耶，真的好白痴哦，跟阿明一样白痴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你看，这些巴豆，一块肥吧，你看，嘟嘟嘟嘟嘟嘟嘟，呜呜呜呜呜呜，躺觉是能看，干嘛？你看，家门不幸养了这么胖的啊，养了这么胖的，嘟嘟嘟嘟，对呀、啊，阿咪咪。有吗？目测约有三十片。你快要掉下去了，哥。你出门都把阿咪放在家里？对啊，可是我会开一个窗户，所以要注意一下，就是雨不要太大，会不会淹出来？
不会耶，阿咪跑不出去。完了，我的ping在飙。超高的啦！我的妈，150几。哦，我的ping太高了。我的ping太高了，完全没办法瞄准，冲出去也发现ping太高，我操嘞！干嘛啦？踢笑你。你要干嘛？勾三下。嗯，我真的累个到，累个到不行。奇怪，为什么？哎、欸，为什么？感觉到七点半这个ping就超高了，刚刚还没那个问题。不是，我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ping为什么那么高。哎、欸，现在又降回来了，降到60几。那刚刚被ping高什么？嗯。有人喜欢吃尾鱼，我喜欢吃尾鱼，请用尾鱼砸死我，谢谢。看看指甲多长的，哎呦，你看没？哎呦，你是想要谋杀主人哦？指甲那么长。你指甲那么长，是想要谋杀我呢？啊，再一个，再一个，剪指甲才会变帅啊！你不知道吗，咪？不会啊，这个这个。我不求尾鱼肚，哎、欸，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太肥的那个、欸，哎，所以那个尾鱼肉太肥都不喜欢，我反而喜欢吃它的红肉。那边就这样看一下，看一下而已，紧张什么？嗯，这都有剪。这样才帅呀、啊！嗯，剪指甲要放大视讯哦，有没有搞错啊？剪个指甲而已。
我其实很喜欢吃，就是因为太肥的那个鲔鱼肉，其实吃多虽然说很好吃，但是哦吃不多，你懂吗？那个吃多了会哦，那个油脂其实吃多了有点受不了。我反而喜欢吃它的红肉。没有啊，我跟你说，帮猫咪剪指甲的这个。帮猫咪剪指甲的诀窍呢，就是要在猫咪等在爱困的时阵帮它剪指甲，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怎么样。你让它那个现在精神正好的时候剪指甲，真是我是觉得根本就是偏乱的。阿咪洗蹦蹦好不好？对啊，怎么了？你那边有在批发是不是？可是我如果跟你买，然后你寄过来，会不会不新鲜啊？如果不会的话，我很愿意跟你买。可是我不要买一整条哦，太大条了，我吃不完。所以你们家是卖鲔鱼的吗？我觉得有点兴奋欸。不然问这个话，真是让我高兴。猫咪应该不会完全睡着吧？就是它最放松的时候，让它。哦，好痛哦，那个 T3 的。趁他 low 要他命。鲔鱼的怎么消失了？干嘛？你会掉下去啦？大口袋，吃饭袋，啊小小情话来，啊令令我无爱。没有啊，这不是 DJ 场。对，有的图是那个万用图。最近天气热，要给阿咪玩水。不知道阿咪给不给剪，我只是试试看。表示不大爽。阿咪突然指甲不见，怎么可能？我们是帮他修剪指甲，不是帮他拔指甲，好吗？怎么可能？你在想什么？我们只是帮他修剪指甲，他还是有指甲了，好不好？只是比较短。
哦，那你们家猫一定很讨厌。你想想看，就是有人一天到晚拿竹筷子戳你的蛋蛋，不晓得他怎么想。可以等小猫睡觉啦，小猫睡觉都很好摆布的。哦 ，T51，T51，哎呀，4043，哎呀，4043被逮到。这张图其实还蛮小的，这张图不管它是不是低中，它低中高阶都可以打得到这一张图。然后甚至在比赛的时候也有这一张图，这张图其实还蛮不错的。所以，然后这个叫什么 ？Himmer Stove， 刚刚那一张图，它还有 Winter Himmer Stove， 我们刚刚打那个就是 Winter 的，还有 Fire Himmer Stove， Himmer Stove。干鸟啊，只大口着，哈，干那滴，干那滴。对啊，猫老了都是像这样，任你摆布。真的，你想想看，没蛋蛋，你还拿竹筷子戳它没蛋蛋的地方，它已经超火了。对，比赛很常看到这一张。Lucifer 没来了。Who is Lucifer？有啊，猫咪都有啊。哎呦，叉街！阿咪也自己掉，吓死我！他突然弹起来剪毛，吓坏我了。干嘛？你干嘛？哎，啾啾啾啾啾！干嘛？干嘛啦？躺着啊，干嘛啦？啊，嘎嘎嘎嘎嘎！啊，好棒好棒！嗯，没有啊，好帅哟、哦！嗯，好啊！你要干嘛啦？那你咬人对吗？嗯？啊！我一边打电动，还要一边伺候一只猫。你敢咬我，就死定了！你嘴巴一直靠近我的手臂。哎、欸，很好。
好，我们攻过去了，很好很好。Ich sehe sie nicht mehr。我没办法再看到更多了。还是要翻，他们都不见了。哎呀，其实德国车已经蛮准了。哦，没有啊。哎呦，去去去去，你看你看你看，有新的猫。你看你看你看，有新的猫。恶心鬼，阿咪恶心鬼。我不知道打多少，784，还蛮少的嘛。干，我根本只是去扛炮的，好失落、哦。现在已经都变成回忆。打个1244怎么样？装填快，速度加，舒爽车一台。噠噠，走吧，我看一看伤害，我估计就是应该都是尾刀狗，对不对？阿咪，我是尾刀狗，阿咪，阿咪，阿咪，你的主人这么尾刀，你不出来说句话吗？阿咪，把阿咪的毛逆梳。顺着数字的时候，304还没，等一下打。哎呦！
好可爱哦。以前会带阿咪出去玩，现在阿咪不出去玩。打胶联盟，没有头发的盟，听起来有点惨。打胶联盟，猫关在家里会生病吧？不会啊，我每天都关在家里打电动，我也是活得好好的啊。我唯一的运动就是厨房在一楼，所以跟他去一楼。做什么？一楼干嘛？带猫出去玩要有 GPS 的项圈吗？我等一下给你看个影片，你就知道我怎么带它出去玩了。我得等一下。看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这一局要输了，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一台。想知道我们家猫怎么出去玩？心不在焉。家喵喵很喜欢坐车车去玩玩。对啊，电动摩托车。我不相信，再一次，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反败。啰嗦就算了，刚刚忘记开声音，不好意思。以前，哈，哎呦，这。哎、欸，很没有品呢、欸，用脚踩这边。阿咪就这样出去玩啊，不然嘞，这样出去玩比较快啊。哦，带猫出去玩很累。啊，他每次啊，他很喜欢这样出去玩哦，我们都会带他出去玩，感觉像在煎猫，很脏哎、欸、你。台是电动摩托车，所以它就是没有什么声音。电动摩托车在骑的时候没有什么声音，都不怕它走失。哎，我跟你说，这个有时候当猫奴是很为难的。我那时候给阿咪戴项圈的时候，人家说不要给猫戴项圈。给猫戴项圈齁，它爬高爬下的时候会去勒到，有的猫咪齁就是这样子被勒死。好吧，我就没有给它戴项圈。后来人家说不然大家去植个晶片齁，我说也好，带去植个晶片。然后我就问人家说啊，那植这个晶片有没有什么效果？就是例如说猫咪比较找得到啊，宠物比较找得到。然后你知道问题来了，人家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哦，因为齁现在台湾的那个晶片的技术齁，该怎么说，就是晶片的那个技术不怎么好，而且也不一定会去扫那个晶片。干嘛啦，你有病哦，有点秒了啊，所以齁其实找回来的几率很低。所以我后来就没有给他套晶片了。我说真的，在你身体里面植晶片是什么 feel？ 你宠爱啦。哎哎哎，你咬人就没品了，我告诉你。哎，不觉得咬人很羞耻吗？干嘛啦，干嘛啦？啊！咬！干！你给我滚！哎！然后我就没帮他植晶片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几率不高。
понял. Цель понял. Отставить цель. Не пробил. Цель захвачена. Есть отставить цель.现实哦，没有阿咪就要转台，你好坏哦。一个人打四个，真的是有那么多可以捡吗？而且你要想办法去捡弹药，哎，僵尸三部曲好像才100多块吧？我要看一下，不行 ，Steam 我也买191啊，200块。我跟你说，那个特价真的是很可怕，特价起来真的很凶险。哎、欸，我们反败了耶，赢了，上啊！因为快死了，当然是打血扫了。嗯，捅死你！死也要带一个啊！对啊，太夸张了哦！那个国外特价是很爽。请你